嘅時候當時咧，佢之中嘅係一個重量嘅。A 只要21万吨诶，它是热气枪，这23万。哎，世界最大的哈，可遇不可求哦。这要是韩国没有说，但是不是它，不是有它才有这么大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绳梯是不是有一两个特别的长？来，那个是有它的作用哦。因为它为了防止人员上下时候突然间一阵大风，这个楼梯会旋转，楼梯旋转很危险啊、所以呢，它特别加了几根长的，让楼梯不会旋转，安全的考量。哎，对啊，我们登美国啦，我们登美国，这两个不一样嘛。那两天，这还转不过来，然后我想变成大。如果你不是会员，不是他们的团体的话，